谢谢大家。包括我们司印的县人会长，司印狮子会的县人会长也来帮忙响应捐血的活动。啊，不要变当辛苦啊，当一个苦为辛苦。那我们祥和办这个捐血活动已经有办了将近25年的时间，那主要是说我们响应，你捐血，大家健康，一起哈来捐血啊，能帮助更多的人。那主要我们祥和志愿服务协会是从事于社会公益哦，急难救助、丧葬救助了哈，还有社区的关怀。那捐血也是我们的主轴，那也希望说更多人能投入社会公益，一起来做社会的大众的事情，能帮助更多的弱势学子。谢谢大家。第一次来从台中来到彰化，然后第一次做捐血，开心。啊，这个没生意啊，你无去啊？顶个去呢？赞！加油！赞！加油！赞！加油！赞！